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鹿，现在是晚上9点钟，我要去干嘛呢？我要去拍我的 solo 的舞蹈版，想尽快的，欢迎大家看一看。然后我为此还画了一个很 bling bling 的眼妆，还戴了蓝色的美瞳，但是头发一倒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没关系，快听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？啊！老师知道。老师你放一秒自己来。出门前我好像不是这样子的，现在是凌晨2:30，我到家了。好了，我要洗洗睡了，明天接着练舞，fighting。